不拉嘞。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去的时候，其实民众真的有些是非常不讲理的，是非常不讲理的。百姓绝对无讲理的，不是有一些啦，你就是咱个要求，就是咱的财宝要安怎去让伊接受咱，你嘛在做啥？你爱讲啊，你袂使用那种肢体动作啊，你可以讲啊，你可以劝导啊。我相信你若较轻声细细甲人讲，人会甲你安尼嘛。你们的第一个动作是打啊，不是背啊，拢无在讲啥。你讲话啥？我滴啊，伊就是该站咧边啊。伊该懵懵个，该站咧边啊，拢袂晓讲嘛，袂晓甲村民、甲百姓甲讲者嘛，解释者会晓无？经过人个语言出来，我相信人袂晓个啦。但是迄个动作，咱看起来就是很讨厌啦。啊，这是事实的啦。